掌声伴随小两口共同注入属于他们的浪漫爱情涌泉。好的，我现在看到了小两口两个人一起携手齐心协力的注入属于他们的爱情涌泉，象征着在今天大家见证的这一刻，两个人即将开启幸福甜蜜的新婚生活。同时在未来的每一个时刻里面，都有着彼此的支持陪伴以及鼓励，相信在未来人生的旅途当中，有彼此互相依靠，一定会更加的幸福，更加的甜蜜。好了，在我们小两口举行完仪式之后，要邀请我们新人来到舞台的正中央。而站在舞台上这个重要的时刻，当然也不能够忘记一直在背后支持着我们最心爱的家人。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请大家的掌声献给我们今天的双方主婚人，我们欢迎庆和的爸爸妈妈以及我们婕妤的爸爸妈妈，欢迎你们上台，跟着我们新人一同接受大家的祝福。好了，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里面呢，我们站在舞台上面的新人以及双方主婚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现场这么多的亲朋好友一起共襄盛举。所以我们即将要以一个简单而隆重的举杯仪式向各位嘉宾致谢，在此先邀请嘉宾们先请将您手中的果汁杯或是红酒杯斟满哦。当把杯子斟得越满，举得越高，象征要给予他们的祝福也就越深。而待会呢，主持人要与大家培养一个幸福的小默契，当我从一数到三的时候，希望能听见大家跟着我一同大声祝福我们的庆和以及婕妤，一定要幸福哦。好的，因为不仅仅是刚刚影片的祝福，我们更加要以实际的行动，在今天透过我们举杯敬酒的这个时刻，将祝福送给我们的新人。所以呢，现在就请大家将我们的祝福高高举起来，我们每一位亲朋好友将手中的果汁以及红酒高高举起。待会也别忘记，从我一数到三的时候，请大家跟着我一同大声祝福他们，一定要幸福哦。好了，新郎新娘各位，你们都准备好了没？好。好，我都听见大家的声音了，都准备好之后就听我这里喽。一、二、三，一定要幸福哦，请干杯！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嘉宾。我相信呢，今天所有的亲朋好友，在我们的庆和以及婕妤的人生当中。